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我们丰盛小组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带来的小品，一个都不能少。好，有请。从前在以色列犹大地，有位牧羊人牧养了100只羊。一天，他带着他的羊群穿过戈壁，来到一片草地上吃草。今天的天气真好啊，我要带我羊出来好好的饱餐一顿。羊群在这肥美的草地上开心地吃着草，其中有一只叫小黑的小羊特别兴奋。这时候有一只美丽的小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舞。小黑游一团玩，在追逐蝴蝶的时候越走越远，慢慢的就离开了羊群。他找不到牧人，只好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瑟瑟发抖。啊，我的羊应该已经吃饱了，我要带他们回家去。来，你们都吃饱了吗？好，让我来点一下数目。1、2、3，95、96、97、98、99。咦，怎么少了一个？小黑呢？小黑去哪里了？怎么不见了他？不行，我一定要把小黑找回来。我的羊一个也不能少。牧羊犬，你好好的保护他们，我去把小黑找回来。于是牧羊人留下牧羊犬看住羊群，自己就上路寻找那找失的小黑羊。小黑，小黑，你在哪里啊？小黑，小黑正害怕地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突然隐隐约约地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声音越来越近，是牧羊人的声音。小黑兴奋地从石头后蹦出来。真的是你啊，小黑，你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好想你啊，来，我们一起回家去。你们看，我把小黑找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家去。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亲爱的朋友，你还在流浪吗？还在挨冻受饿吗？还在受蝴蝶的引诱，在花花世界打滚吗？回来吧，好牧人在寻找你，天父爸爸在等着你，回家吧。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向天父祷告吗？向上帝祷告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举手表明一下好吗？不是基啊，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愿意吗？好，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向我们的上帝举手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向上帝举手祷告。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差派耶稣基督来救我，差派耶稣基督来救我，带我回到上帝的家，带我回到上帝的家，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为我的罪，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流血，为我受鞭打，为我受鞭打，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如今在上帝的右边，如今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代求，为我代求，我愿意，我愿意，承认，承认，上帝是我的救主，上帝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随主，一生跟随主，做上帝的好儿女，做上帝的好儿女，我这样祷告祈求，我这样祷告祈求，侍奉耶稣基督宝血得胜的名，侍奉耶稣基督宝血得胜的名求，阿门，愿上帝祝福你们，谢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丰盛小组的弟兄姐妹们。是的，主耶稣的羊一个都不能少，既然羊都回家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常回家看看呢？